真的没事干。 以前我推三轮车在这闷，然后都震死人。啊！嘿！哦妈呀！胖一点！哎呀，太紧急了！没事吧？别吓一跳！我吓一跳！哎，谢谢，过一下。 我没看见，你们看不见，你看，你看我。刚好这些正根儿。是。那碍事吗？瞅着。先生，我过一下行吗？哎，你别，我挪点车行吗？哎，你要掉头的嘛？哎。不要，给撞撞。给你拿五十块钱吹了，行吗？眼睛我这小门子我，你不算。您对不起吧，啊，没事儿，你给拿一百块钱吹了。那都保险吧，要不。别倒，别倒。 问题不大，你那你开门头的。不行，这不行。您瞅着。吓我一跳，我这可掉头呢嘛。不行，我给你交保险，三百我给你交保险，我也不要一个人交保险。行了，不行，我不要你钱，我给你交保险，给到位。再见吧。